这差距吗？人家一个技能就秒了啊！你他妈就被人家那个追着跑啊！哦，你真的好像过街老鼠一样。翻墙了。这个剑魔一下把我砍死了。真的，你那个状态，你他妈你在你跑的那个状态，他妈就跟过街老鼠一样，被一个剑魔追着跑。你是什么东西啊？玩个瞎子，真的出睁眼瞎吗？我们30个头了，我的天！看还是聋子，说话你听不着。不是。注意安全！你哎，你他妈你开局开局之前那个信誓旦旦那个样子啊！你去哪了？你那个信誓旦旦样子！哎呀，摔死了！摔死了，摔死了！他在那儿疯狂杀你，在干嘛？32个，还行。漂亮！你是不是也是来整我的呀？啊！我怎么遇见这么多陪玩都是这么傻逼了的吗？姐随便送啊！应该打线上的。姐随便送。我不应该打野。哎呀，你为什么要打野呀？啊，你为什么要打野？你是不是脑子不好使？人头局挺明，分不明白吗？什么叫人头局？怎么拿人头能拿？就怎么打？你就打个野。我需要去你去那个野去找灵芝吗？我想的是，你想是什么吗？想你想屁吃？你想找屎吃你？他妈给我出这么多人头！换什么装备呢？扎也快没了，回扎手扎呀！光蓝，你待会儿那个怎么办呀？你有办法应对吗？他又要杀完了，看到没？有 啊, 啊。他真的要是一直闹的话，等会儿管理过来，我也帮你说说话，你不用担心啊。好啊，姐。他这样子玩，他前期一直打我，你知道吗？哦，前期我一直搞你，你才出来。前期你吃屎的，你都吃不着热乎的。前期有两个犬来我中路，又是吃我兵，又是脏我线的，大漂亮。怎么咋回事？啊，赢不了游戏。你不是狗吗？啊，你别在那群里说了。赢不了游戏吗？给我也扯进去了。啊。我看你还能杀多少个。你 看你还帮我说话是吗？好，我这么讨厌这个傻逼，你还点了他？你看着我说呗，你看着我说呗。人他技术好呀，他也没他技术好，人品不好，他技术再好有什么用？哦，人品好，人品好就是接你这个做局狗的单，然后被你骂了，然后就挨声就是闷头这个搁这打游戏呗，这叫这个素质好呗，人品好。胡编乱造啊！有病啊！那对不起，乱说，我素质不好。谁信你的呀？我素质太差了，本来素质就不好。那对我素质不好，然后呢？你能怎么样呢？对呀、啊，你素质就不好、啊。你能怎么样呢？你能怎么样？啊、你实在不行报警。你能怎么样嘛？啊？你又能怎么样嘛？哎，你看有人还抢人头，又抢不到。我靠！你实在不行，你报警。牛逼！我操！你看我又杀了。你能不能追上？大招都没抢过他。看到了，看到了，快走！我操！我操！你又脆，你伤害又低，我要死了，姐！你抢个屁人头！不是他，他都快五杀了，五杀！他故意的，你知道吗？姐还行，就他妈傻逼！牛逼！姐送你一个五杀，我受不了，我真受不了了！送你一个五杀！我靠，这伤害！不是你怎么玩的这么恶心啊？啊！我操，你又五杀了！你为了个接个单，你什么话你都说得出来啊？这样接，这样打游戏就恶心了吗？你给我发什么誓啊？啊！哦，我拿我在发誓、啊，我拿五杀恶心，然后你也可以去死了，你搁这一直送人头，你不恶心？行，就是有病。行，那就恶心。666666，那就恶心了。妈的，真的会说大话，为了去赚个钱，怎么他脸都不要了？那就恶心了，坏了。打了半天了，30分钟了，5个人头。拿来干嘛？你五个人头？没办法呀，他一直这怎么什么陪玩都能做陪玩人头局陪玩是吗？你五个人头，你怎么不去死呢你？啊？跑出来接单？养老院躺着不好吗？非要跑出来接单？想抢人头，脏不脏呀？人头哥们，你脏不脏呀？怎么还想抢人头啊？咋就抢了？咋的不说话是吗？怎么还要抢人头、啊？就这一套，不说话的都会来这一套。神装了，你这小脚不是很干净吗？人家大招一下刷新了啊！人呢？他无限大招，死了呀！你上了，死了呀！你在干嘛呀？你我上，我看着你这个狗死啊！我怎么上呢？等你先死了，我再上呗。你是怎么玩的？你看看，怎么还在送人头啊你？姐，他玩的好恶心啊！哎我靠，这把真没办法。哦、又没办法，人家凭实力啊，他这个英雄可以穿墙，你看了没？一下秒人，我操！妈的，真的，我服了。漂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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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三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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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呀，你看人家乱杀，你在干嘛？给你鼓励我一下好不好？没办法，就这鼓励你个屁！你不能替他说话。我替他说话，我这叫替他说话是吗？啊？我这叫替他说话。我是这个世界上最恨他的人，你能懂吗？看你之前怎么说的啊？你就回答我，你开局之前是怎么信誓旦旦跟我说的？你能不能赢他？你赢不了你就去死！你现在可以不用玩了，你直接去死吧，好吧？我想的是本来拿瞎子可以。你想的是什么？你想的是什么？想象是美好的是吗？你想告诉我啊？嘿嘿，漂亮，我靠！加油，李五！你想的挺美好的，你想的屁吃，你想。哎，还去野区呢？还去野区打那个红 buff 来膈应我？人家46个人偷了，姐你送没事儿，几个五杀，其他交给我就行了。我拿不到人头吗？好吧，哎我去，你打了5个是吗？你还没人家零头高。我赢过他的呀，赢过他，你给我赢了吗？啊，漂亮，还行还行，加油！哎呀，一会儿就可以翻倍了。还差5个翻倍呗，是吧？你听见没啊？你听见没？翻倍不了一点，他翻不了5个。四个，还有一血加一个，还差4个。他翻不了一点儿啊？是吗？哎，他已经这么肥了，一个技能就可以打一个。脏不脏呀？老想抢别人头，什么意思呀？我那是帮傻逼。我需要你帮吗？漂亮。还帮上了。好，就差了3个。你还帮上人头了，你看到没？哎、啊？抢呀！来、哎，怎么又想抢呢？抢得到吗？啊？盲僧，傻逼，你告诉我，你抢得到吗？盲僧怎么又想抢人头啊？你这小手不是很干净？优秀呀！哎，我怎么这么倒霉啊？怎么点到陪玩都是这个样子啊？在我这边都是输。随时把大都开了，对面。嗯，好。哎，我被他勾住了。我来了。嗯。大都放不出来，他玩个难道好？早就跟你说了呀，早就跟你说了。哎，盲僧什么意思？闪现是什么情况？说话。哇哦，他坐果子跑了。你能不能行啊？真的。哎呦，你这个 Q 歪到你这个西伯利亚去了。哎，惩戒什么意思呀？不是啊，我哎呀我操，盲僧玩的怎么这么脏呀？盲僧不是吧，自己没实力自己去单杀呀？漂亮，啥意思呀？50个就是双倍啊，家人们。双倍，现在你要抢我也怪你双倍啊。莎莎小华，那个莎莎谁呀？你要不要在群里解释一下我是谁？你说我是谁？你在我群里待，你问我是谁？你在群里发的什么玩意呀？你发什么？你说发什么？你是没有长嘴没眼睛看不见吗？自己做的事你不知道呀？你可能不知道发啥呢？有事儿不知道找管理吗？你这样很影响别人，你不知道吗？我影响谁了呀？是给你一个人见的呀。这个师妹是怎么对我的呀？嘿嘿，怎么对你了？我哎，你师妹的事儿，我就问你，我不是，我就问你，我作为一个老板，我可能格局没有这么低吗？这么低吗？我你格局大，你在群里打扰大家，这是大家。玩的地方不是你跟着就吐槽，只要他太恶心了，他已经就是影响到我了，他已经影响到我了，你不恶心吗？他影响到我的生活了，你是不知道那些事儿，啥事儿呀？好吧，怎么来了？前两天就和我一个老板，就两个人合伙整我，说我什么做局，然后整的我就是在群里面押金都扣完了，然后今天吧，哦，后来他还说什么他是，装什么榜一什么什么的，后来今天他又开着一个什么。榜一的号，然后来就是骗我，两个人合伙又整我。他跟那个什么榜一猛男两个人合伙整我，懂了吗？摔死了，整我几次了？是啊，在呢，姐。他俩就是一个人。冰冰姐，我在呢。啊、哎，你也在、啊？我在。怎么了？他干嘛、啊？这个人不要在群里说这。然后那天他第一次就是我们俩第一次认识阶段的时候，他一进来就开始骂我陪玩，他态度是贼不好。证据呢？我跟你说啊，证据呢？我有证据啊，你有吗？叫莎莎，你说我啥？我跟你说，第一，你是不是进去不太久吧？我都忘了，不太记得，你没怎么跟你玩过啊。第一，旭贝在我群里待挺久了，
而且他是我弟弟，这个大家都知道，你说话尊重一点。咋的？他是你亲弟弟？他啊，他是不是我亲弟弟？我用得着跟你打招呼呀？你是警察呀？就算是认得咋了？那也是我弟呀，咋了？那你弟他已经就是得罪老板了呀，他态度不好，完了骂老板，你是皇帝呀，还合伙串，戏耍老板。证据。你们很多这种就是看别人就是打得厉害啊，觉得赢了你一点，就开始在别人身上去找这种事儿的人，我见多了。但是我群里是不允许，知道吗？我这个群，你来玩能玩就玩，你不能玩你就滚蛋，不要在这里串场别人。但是首先我要跟你明确说一点，他戏耍老板、合伙整老板这件事应该发生吗？啊？戏耍你啥了？我说了，他俩就是一个人呀。戏耍你啥了？他前两天是合伙跟一个老板就是整我呀，说我是啊那个冰冰姐、做局这个人什么什么的，这个人做局、然后被扣押金了啊，对你他现在还在骗，他现在还在骗，我还需要骗呢，我是吧？找管理，我没有那么多事来跟你说这些，不要在群里发这些有的没的，找管理。冰冰姐，我有录音啊，你要玩你就玩，我有证据，他没有，他就张口就来，好吗？你有什么录音呀、你？我接单，而且我跟你说啊，就。我其实这个事情完整版还没说清楚。你要完整版。就那天我点了一我找了一个陪玩，我的陪玩，然后他们三个人就是，他这个徐飞跟他老板，然后跟着我陪玩，三个人合伙整我，演出戏呢，然后让那个管理扣我押金什么的。还扣你？就这样，知道了吗？就是因为你做局才被扣押金的吗？啊？我做啥了呀？我做。你没做、啊。你看他现在还在装。我管理不当是吗？我啊，我管理无缘无故扣你钱是吗？不会的，不会无缘无故扣你押金的。他没有等一下，秦总，我说一句话，这件事就是这样发生了，就是这样发生了。我现在就是忍不了，我受不了这个气，好吧？可以让我说一句吗？我作为一个外人，我觉得相处下来，区别不像那个莎莎说的那样，我觉得他可能太上头了，有点太认真了。而且不是我跟你讲。而且我跟你说了，他是我弟，我跟他接触不是一天两天，我虽然没有跟他玩，但是我俩偶尔也会聊点天，我俩也打过不少次。他之前在我群里就老被你们这种人欺负，我懂你们这种是玩不起，就是想从别人身上去找点这种存在感。漂亮，我靠，我群里是不能搞事儿的，知道吗？但是他跟那个猛男一起来搞我呀，真的搞得我贼恶心，我这游戏我都玩不 了没有白帮，没有白帮。你觉得我作为一个老板，我是真的差那一点吗？那我说话你什么？那我说话你能听懂了吗？没白帮。就是我说他们搞我的事儿，你又帮我做主吗？不是，我他妈跟你说了，你是聋子呀？他俩就是一个人，猛男和旭贝是一个人，你是不是聋？那前两天呢，他跟那个老板合伙搞我那事儿，那是事实吧？他们这个是诋毁，兄弟们，那是事实吧？懂吗？如果是事实，我们认了，对吧？但是诋毁，那对不起，认不了一点。你解释不清楚，你以后就不要在我群里待着了。懂吗？还有你这种行为，我相信以后也没有什么人会让你再去玩。我解释什么呀？我说的是事实啊，他就是恶心我呀！啊？这帮恶臭的老板就是我们帮我的老板赢多了，然后他就说我们恶心。是一个人，但前两天怎么那个事儿？他们完全不知道是自己演的陪玩有问题。然后前两天的事儿呢？好吗？我觉得他应该把更应该把那个气啊撒到他陪玩身上，而不是我身上，对吧？他们搞错一件事儿。不是啊，我作为一个老板，是吧？我跟陪玩两个人之间就闹矛盾了，你们不第一时间查这个陪玩是查老板是吧？是这个样子吗？我说了，他能扣你押金，那一定是你有问题。如果你觉得有什么问题，你带上证据来找我， yeah, yeah, yeah. 我让管理给你道歉，给你，听懂了吗？有证据啊！前两天带点脑子跟我说话，你知道吗？你自己想想，什么脑子跟你说话呀？还有在别群里发这些有的没的引导，这些不好的东西在群里乱发，你自己立马退群行吗？哼哼。不是他先搞我的吗？我哎呦我去，对那谁见了你不害怕就伤害？杀了，现在都杀疯了都。这些事情我一般是不管的，我是看你搁那说的，没人理你，你越来越起劲了，我接差两个字，怎么这么恶心啊？还行还行。那行那如果你觉得不。如果你觉得是无缘无故给你扣了啊，你带上证据找管理找我都可以。如果没有，就解释清楚，听懂了吗？
那行吧，那你等我打完吧，再解释好吧，你不用管了，好吧？你走吧。姐，我有录音，那个冰冰姐，我有录音的，她没有，好吗？在这呀。姐，我一直在这，姐我一直在这。对呀、啊，我是说你在这，谁是你老板呀、啊？这个金姐是我老板。这个莎莎吧。现在我是他老板，现在。金姐是我老板吗？哦，小金鱼，行。啊，金鱼你好，照顾旭呗啊，他现在可是我们群里的小宝。好的好的，他还成上宝了，哎呦我的妈！该说就说，咋的？我说是吧就是吧，我的嘴不乐意待就滚走了。漂亮！我靠，已经杀了67个啦！那咋的？现在就是陪玩都这么屌了吗？就做老板一点尊严都没有？你这种女人啊，一会儿包在我身上，没人能欺负她。编的话也不会编，对不对？就喜欢颠倒是非。我哪儿编的呀、嗯？我说的是实话呀。你确定你没有做局？啊、我说的实话，你能你确定吗？你没有做局。我做局、啊。就连你刚才我接单的时候，你发誓你都愿意自己天打雷劈了，你这种人还要脸吗？嗯。啊！你别跟我说话。你看。你就会张这个嘴。跟你讲道，你看跟你这种人完全讲不了道理，因为你根本就不听道理。懂不懂？你造谣，你说谎话是连草稿都不用打的，真的。哎，你说的可贼溜了。哎，请问你刚才为什么说自己天打雷劈呢？我刚接单的时候进来就有骂对面老板以及陪玩吗？你确定？因为你说的是实话、嗯，那天你确实说那句话了呀，我没说谎呀。说了啥话呀、啊？你别跟我说话，烦死了！你能不能追呀、啊？喜欢颠倒黑白。嗯。这个人偷懒、嗯。你在干嘛？说话。不是，他啊，什么不是啊？是 K 我头啊，我全是助攻啊。你能不能追？你能不能玩？给我一句话，能不能玩？徐奔你、啊、可以。徐奔你的那个可以什么？可以什么？拿什么玩？很多的呀。啊，身份人次不穷。拿什么玩？姐，我什么身份？越来越经济。你现在是不是应该去死了？姐，什么身份？这个人头能那么拿？这个人头不是很重要。但是你别那么冲啊！我冲什么冲？那所有人都来针对我，我冲什么？冰冰姐的安排我照顾那个旭杯了，你别跟他这样吼了呗。啊，你照顾旭杯咋的？你是他狗啊？你现在他说话你都听？我四杀了姐，你可以去死啊！你就我四杀了，我四杀了，姐，我四杀了。看到了。嗯，我前面人家四杀了，你在干嘛？你就是我的偶像呐！你声音能不能大点？我真听不着，你是肾虚吗，大哥？男生在我们家蓝野区，你干嘛安排他去打野啊？人家想玩那位子，玩那位子。那你为什么要去打野啊？啊？就你这个技术，真的。就你这个技术，他妈的，真的，你不用打野，你也很菜，好吗？能不能呢？回家。嗯。不，你可以。啊。而这个鸟样，真的是。闭麦道歉了，那没办法了。妈的，真的这么久了，40多分钟了，拿了8个人头，还没我玩的好，我感觉我玩沙子比你玩好多了。下吧，回家。这把真的。下把恶不恶心？还是下把？他前期一直恶心我，我没办法，他一直 K 的我全是助攻。人头局。助攻。大神，人头局 ，K 你头 ，K 你啥头了？真的是。啊。别人说我就算了，还
讽刺我就算了，咱比的是人头，我还得让你头呗。说话有没有带脑子呢？你这个人啊！你在干嘛？你在干嘛？完全没脑子。啊、你告诉我你在干嘛？你在挂机是吗？你在去拿人头双杀了？你在挂机？怎么你看上人头是吧？他抢我人头，你是在演我了？我跑不过他呀，他玩个男刀。你跑不过了。你跑不过他，你不可以用飞呀、啊？你拿个会飞的英雄可以了。一直翻墙的。能不能拿？能拿。你干嘛抢他头呀？人家拿能拿，我看你台上磕吧，能拿。怎么是抢呢？实力拿得好吗？嗯，有啥实力、啊？怎么赢的不知道？不是你在那晃来晃去干嘛？真的。你在装什么呀？啊，我需要装吗？我打你还需要装吗？你人头几个呀？不恶心啊，真的是。啊，十个头啊，我七十五个。又拿了一个。你才几个？你才十个，我七十五个，啊。我们家已经七十六了，你看到没？人家都七十五个了，马上就可以翻倍了，你能听懂吧？五杀刷在里面，没关系，马上翻倍了，马上飞，没关系，大哥啊，来，这样吧，你跟我付好吧？没关系，行不行？你不是这么牛吗？这么屌吗？没关系是吧？别急，你帮我付吧，好不好？继续刷，马上一百个，你急不急？你告诉我，下巴给你打回来，我下巴我打。你还有下巴呢？我求求你赶紧别了，真的，你不要来恶心我，我受不了，我真的我你再恶心我，我就要崩溃了。就是我谁都不认识，我就开始跟疯子一样乱喷，好吧？你真的不要让我那个样子，我真受不了了，我都快崩溃了。不会的，所有人都来说我啊，没有一个人帮我做主的，就是我就错了是吗？我花钱我找了一个陪玩，我也错了，啊？下巴给你打回来。恶不恶心啊？找了个陪玩全是借口，没一点技术了，这个都拿来练那个口才了是吗？跟我画大饼，你在想什么？啊？哦呵，哎，死得好！你是不是有病啊你啊？七十七个，人头抢不到一个，杀疯了！77个，不是？啊，我真的是服了呀！这是什么神仙大哥呀？你就是我的偶像，他每次就等我们死了，他都杀疯了呀，大哥！啊、不等你这个狗死了，你在那儿好不好？那万一你抢我头了呢？你能不能把那个就是你不每次抢人头差给我拉小一点呀？啊，他每次等我死了都、啊、那肯定等你死了呀，还等你活着拿头吗？等你活着抢我人头吗？这你真别装，我这把玩打野，我拿我打你需要装吗？我怎么就装了？我七十八个头，装啥了？追追人头呗。真别装啥呀！我上次跟他打被恶心了一晚上，被人说了一晚上。我今天跟他打，我想扬眉吐气来着、啊。后来我点你，你是干嘛吃的呀？啊！我一开始也不相信他是真的猛男，就算不是猛男吃的呀，我还以为真的你很牛逼呢。没想到我真的捡到宝了！你玩的是什么东西啊？你十个人头啊，大哥！你真的是什么？就你一进来千分王者那个水平吗？啊！我真怀疑。怎么现在做陪玩就是门槛这么低了，是吗？十个人头就是千分王者了，你是不是想逗我？我全啊，全是助攻，他翻墙太快了。然后呢？啊，你拿不到人头，你来打什么人头局啊？翻墙肯定快啊，八十个了，翻墙肯定快啊。一脚给他踢开，你倒是杀他，他又要杀了。翻墙肯定快。杀了，我杀了。我杀了。前面还有个人头来呀，家里有一个，我回去杀他，家里有一个，你杀不了他，南墙二十一杠十七，他打你就跟打小孩一样，一枪你就没了，你看着吧，我就看着吧，行，我看着，就你这个装备，来，我真看着，我操，我们这边已经八十个头了。已经三倍了，这个、是不是？你这个气势，你不能保持啊！你偶尔来一下，你有什么用？啊，有什么用？你告诉我有什么屌用？这个没有屌用啊！有没有看我们这边的头呀？他都已经翻倍了，啊？他都翻倍了，你看到了没？哥，我求你，真的。这种猛男，你本来老板就不是我。你骂了一晚上，早知道我就不了。我骂了一晚上咋的？你跟我说这么多，我不能骂你呗？人家都翻倍了，你看到了吗？人家三倍了，看到没？你是不是有病？你别晦气那么重啊，姐！你鼓励我一下。
我鼓励你什么？我说你打得好，不好拿啊！你跟我，你跟我输了三倍，你真牛逼！哎，你是真你陪玩你榜一是吗？你在想什么？你有病啊！脑子有屎啊！来，我给你丢个打，他死，让他死，别死，我保护你。溜了！哎，我靠，他要死了，装备有点起，没事。哦，你都非得人家快死了，你才能抢到人头。我就是要让他死，然后我拿这个人头。你们这个头也是因为他没血才拿到的。只要如果他没死，他血量还有的话，还可以的话，你就拿不到。我现在算是看清了，你也是个大菜逼。真的，这种单你以后别接了，好吧？你真别接了。你不要去霍霍我，你也不要去霍霍别的老板，好不好？啊？我下把打线上。你还有下把吗？你告诉我，你拿什么精锤你打下把？我拿什么相信你？你再给我下一把。我给你什么机会啊？你恶不恶心我？不是对面被对面恶心，就被你恶心啊？哇哦！上啊！这有个大，这有个 AD， 你怎么不来呢？啊！你告诉我，让对面知道今天的话儿为何这样红。这个人他还被别人来了，我让你来你不来。哎呀，就打一个锤石，没事，没关系。有病啊！你脑壳是不知道想什么？你不要打野了，大哥，我操了！你不要打野了，好不好？你能不能做点事儿呀？拿！哎，这都死了，真的是。他远古龙。他要追上了。我的，他杀不了一点。81减14，不好杀了。真的，这个我真的是越看越恼火，越看越恼火，我真的受不了了。不好杀现在。不要生气姐，我下把绝对给你打回来。这把英雄选的有问题，就不应该打野。我他妈一晚上都在受气，我受对面的气，我受管理的气，他妈还要受群主的气。还要受自己陪玩的气啊？你告诉我在玩什么？我花钱我找气受呢？啊？我给你打回来姐，他一直在上，你看到没？他一直在上。82个了啊！我现在去杀人。发育还是可以的。51分钟你才起来，你杀了几个人啊？这把打完你跟我滚吧，你跟我滚。我现在我受不了了，我这。我从不妥协。你再给我。你这把打完，你跟我滚吧，我换蓝陪好吧？你跟我滚，你别逼我，就是举报你或者封杀你啥的。十点去，直接走。听到没？哇哦，又超神了！你玩的这么好，我决定要等会儿给你全部你听到没？操！我有伤害了。远古巨龙伤害的吗、啊？你给我一次机会姐，我给你个屁的机会，不应该打野。哪来的机会？你哪来的机会？真不应该打野、啊我打。你给你自己争取到机会了吗？啊？你就给我滚！我你就给我滚！直接滚！一会儿结束，你什么话都不要跟我说，也不要说什么我给你机会，机会不机会，你直接滚！回家。你要再说一个字儿、你就没有担心，就这么简单，好吧？我也不是什么冤种。今天这个单我买了，但是你不要在那就是烦我恶心我。你听到了吗？他要被换了。我真受不了了。嗯。真受不了了。我感觉我好像这几天把这一辈子的气都受完了，我从来没受过这种委屈。姐妹不是说好了那个只能换一次的吗？肯定不能换呀，已经换过了呀刚刚。怎么了？我换不行吗？啊，那估计不算是一天换一次啊。那上次那换叫算那个什么换人头吗？换人吗？那不是你给我给你吗？有没有叫别的？那叫换吗？那算换了一次了呀。不算好吧？啊？我重新叫。肯定算的呀。你也别走。那人本来就已经换过了呀。不行。只是兑换算什么？有没有重新叫陪伴？兑换也是换，兑换也是换呐，
没有叫陪玩呀、啊？叫其他陪玩了吗？互换也算是换了一轮的呀、啊。那人是不是变了？我问你，那人是不是变了呀？拿人头啊，大哥！哎呦我的妈，真的！8000了，马上就100了，我给你加个盾儿。牛逼呀！87个。哇哦，干得漂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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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回家。有机会100个。从来没有见过杀这么多的人。姐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求你了，你别换。你真的菜的离谱，你知道吗？我。你就是菜的离谱，我从来没见过这么菜的人。我真的是英雄选错了，我不应该打野。不要求我，不要求我，我不听，我不听那些东西，好吗？这他妈谁顶？这把开局之前你还跟我发誓呢啊！你我看来你也是那种就是无下限的人啊，为了赚钱，就一点底线都没有啊，什么都事都敢乱发。拿了这个头，六，你能抢他吗？你抢他吗？啊，88了，抢不到，我的天哪！我们来大招能打死他的，给他踢打死个球啊！你打死，我赶紧求你，你打死他吧！啊，你打死他吧，你把我也打死好不好？我能不能算一个人头啊？啊，66666，我们已经89了，加上那个。但是那个五杀和一血多少了？是不是就差了5个头了？他都快100个人头，4倍了。我现在跟着他好吧。我的天，你跟他没有用，你根本抢不过他。这是什么意外惊喜啊？追不上他呀。这样吧，你去赶紧去给我推塔，你给我推塔去。我受不了了，你赶紧给我滚，好吧？去推塔。嗯，听见没？去推塔，听见没？中路有人头。我叫你去推塔，咋的？我说话听不着是吗？你不用给我拿人头了，赶紧去推塔，一会儿他100了。你听不听得到啊？我现在人呐，我操！你超不过 我再给你3个小时你都超不过的，到最后只能超级兵你都打不动，给你丢个 W。 没事下把打去推塔，这个翻墙的动作可真帅呀。不要管他，哎呀烦死，人也杀不死他，也推不了。来了来了，我们来了，他又要收了，不好杀了，走了。哎呦我去、哎、谁推的客服他不说 呀那有啥办法，真的折磨他，又推不了人又杀不了。这他妈谁顶得住呀？中路有兵线呢，去呀大哥，去呀，我求你赶紧去。我去推荐，别急别急，我真的最大的错误就把你给换回来，我怎么这么……赶紧推推死！你要给我推！他们回家了，我推不了啊，姐！我靠！我这下看他表演了，666，推塔也推不了，杀人也杀不了，抢人头也抢不了。这他妈谁顶得住？我他妈叫你过来干嘛？我叫你赚这个钱吗？然后我找气受。没事没事没事，慢慢杀。一会儿给我出点攻速，吃点肉，你跟我去推塔去。对面不投就行。不管你慢慢你有什么办法，想你跟我想办法，跟我推塔。就还差8个人头就100了。我靠，这太帅了吧！你现在完全可以1打5了。我靠，94个头了，我靠！太长了，我复活时间。快去快去快去，复活就去，快点快点。我跟你一起去，我不管了。目光集聚于你了，马上分下100个头啦！好嘞，嗯。你以后就是我的固定的男陪了。哦。怎么这个样子呀？你快点复活呀！固定男陪。谁叫你死的呀？你不能跑吗？你不能摸眼跑吗？这难道给我卖了？他马上100个人头了，我求你，真的，你快去吧，好不好？给你难陪了。
快点，你穿上那个，当成固定工具，跑得快点，鞋快点过来。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帮你看看哪里有人。不行，不要管对面，不要管对面，让他去推。我不管，我不管，我现在去，我现在去。想多了他。来了，我来了。还他妈想让我当。哎，我又要死了。今天不是打对面这种下头女，我其实不太想接他单的。别让他推兵，快走快走，他一会儿还有五个，一个五杀就拿人头了。嗯、就推推水军，推水军。就是、来呀！冰清了先，可能退塔。冰冰姐说：“哎呀，又要死了你。”死不了，我死不了。怪不得谁点了你不把你当宝贝呀、啊，这么能杀。去野区，去野区，来过来跟我一起。你杀不了人了，要不你就抢一个，跟我抢一个。不要让他五杀。我杀这个，我杀这个，我杀这个。不能再杀了，再杀杀不了，杀不了，推塔。推塔，推塔，推塔。之前还忙着撇清关系呢，哎呀，对呀、啊，兄弟们说的不错呀。刚才他们怎么不出来？他就怕惹祸上身呢。我真的怀疑我他妈好像就踩中了什么邪了，这两天这么倒霉呀、啊。我们推，他还没到一百，我们推。对面老板人确实没问题，但是这种事情能发生在我身上吗？单纯不想接。快来猛来，我等你。人确实没问题啊。正好有些观众不想。100个了呀，还是四个。马上我们就一百啦。那咱没必要帮他打。哎呦我去！我在后面，你别怕。哎呦我的妈呀！哎呀哎呦我去！哎呀，这山好高，我急死了。你真的太呀、啊！哎呀，杀花肯定得杀的。我这不失误了，你知道吗？他都马上一百个了呀！不能让他杀了呀！你能不能懂啊？你看能不能抢他的人头？你跟着他姐，我怎么去抢他人头啊？他伤害这么高，跟着他，我哪有伤害啊？哇！我靠，这一个大招直接刮死两个，我过去直接被这蓝枪秒，我又来等不到你一起推他，九十八了，九十八了，九十八了，我怎么抢啊？差一个，九十九了，我靠，九十九了，哎呀，我又死了，九十九的，他还你一个人头就。我好恶心啊！哎呦，哦，哎呀，六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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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六，你能不能去抢啊？这两个人肯定打过，他马上就一百了。你就突破一百，我真的服了呀！推塔，我靠，这什么神仙宝藏男孩呀、啊？推塔，推塔，这什么东西啊？哇，我靠！推塔，推塔，推塔，我怎么玩呀、啊？啊，四倍了。能不能行啊？我刚不失误，我们四倍了，还行吧，还行吧。我叫你去菜场，你也猜不到；我叫你杀人，你也杀不了。真的恶心，怎么能点到你呀、啊？我叫你换我干嘛？太厉害了吧！我现在推塔，现在推塔，你快点去推呀、啊！我嗓子都吼哑了，你真的你也就不上十六杆，不推了，推或者不推都行。哎呦，你选那个英雄推塔也推不了。哇，102了，103，我靠！我黑暗收割现在110层，他还在杀，我还可以继续杀的。漂亮，我真的是服了，这什么东西啊？是开挂呀？不是你是不是开脚本啊？难道你玩不起开脚本？你干嘛说人家开脚本啊？人家肯定是第一局玩成那个样子，他第一局不能玩成那个样子啊，能输？人家第一局出的肉嘛，你不说？你赶紧去给我推了，快点！有点肉了。还没付我姐，我说我肯定去推。你出点肉行不行？你出点肉加点攻速，你赶紧给我推了，赶紧给我推了。是呢。真的不能这样打下去了，我的天哪，还没结束啊，打不打现在要打结束啊，我要是我天，哎呀你还有二十多秒钟才复活呀，没办法，真的受不了，一直在那受折磨，这局我也折磨啊，他们过一下照片任务，
你还八秒钟，快点！我靠！哎呦，我又死了我！我这怎么躲？你去推他，快点！我来了，我来了！让他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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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让他推！我拿了个人头，我现在去推，我现在去推。你推不了的话，你让对面的，你就推推。现在去推，我现在去推，可以推，可以推。哎呀，坏了！一个大给我秒了，这他妈谁听？我真的受不了了，我快！你这发了一百多个人头了，这他妈谁顶得住呀？我操！干得漂亮！啊！好烦呐！111层黑暗手势，想多了。这对面能一波吗？对面。喂，你睡觉了吗？那啥，你现在你起床吧，你来接我单子，快。你在干嘛？哎，漂亮。没有，我今天真的被一个傻逼陪玩，我真的恶心到了。我今天一整晚上我都真的贼恶心，我要烦死了。你先起床，你来接我单，快。我不管，你快点，你赶紧给我起来就行。我不管你舒不舒服。愤怒和气。行，你快点。烦死了，真的，妈的，赢麻了，赢麻了，今天赢麻了。你能不能去推呀？小妹妹，你坐船头，哥哥我在岸上走。我靠，105啦！别唱了，别杀了，行不行啊？你杀这么多干嘛？控制不了我的喜悦，咋办呢？能上这么多吗？一把干嘛呢，哥们干嘛呢？我开心啊，赢了就是开心，那怎么办？我控制不了我的情绪。快点过来推。过来推了，过来推了。对吧，你搞错了，给我滚。哎呦我怎么。哇，什么都没看见。推呀、哇，这伤害漂亮。100都伤疯了，你俩真是不是一个级别的。你恶心不过他，你抢不过他。现在知道已经晚了。对面就一个男枪了，你快点去，你不用杀他。能给我推多少推多少，摸眼走，摸眼走，你别死，那么，哎呦我靠，哎呀，手加，走，快走，一下你就没了，你是不是有什么他妈，你是不是有大病？他越想推，那我就越不推。我想杀他一波的，我把他杀了可以一波。你杀了什么什么？你杀了没？你杀没杀啊？他暴，你杀没杀？他暴击了。我说什么你就听什么行吗？啊？我说什么你就听什么？我让你去推他，你就去推他。我让你走，你就走。你不会再给我赖着，想着什么杀人？我不需要你那个一个人头了。你现在一个人头，几个人头，我无所谓，我感觉不重要了。你赶紧给我结束就行，我不想再受折磨了，好吗？你现在后悔不？慢慢杀吧。哎，远古巨龙哪一个？你刚不要他，你让他滚的。那就慢慢刷。为什么？不急。你刚不要他，你让他滚的。你以为他不认识我吗？你以为他不认识我吗？啊？那我就不承认你一起打过呀？什么叫我不要他？他第一把输了呀？那不是故意演我的吗？我不知道你们的故事，不关我的事儿，听得晕头。因为我是傻子呀，我不知道他知道我，故意第一把给我输了是吧？那我不知道。第一把他不是故意的，他就是打不过。回家，回家，回家。那你现在是什么？你现在是一坨屎！你闭嘴吧你！你赶紧复活，跟我拆塔去！你千万不能跟我守塔，你让对面推了也行。你别守塔，你不守塔。我不守，我让对面推。哎呦，哎呀，不好意思。我让对面推。他没血了，他不敢上。真的恶心！哎呀，一波了，我操了！赶紧给我滚！那没办法了。
让我来看看，让我看看，让我出去看看战绩。滚，滚！让我出去看看战绩。我找我自己陪玩挂了啊！之前带我赢过的，你是什么废物？你跟三好不能换的吗？小拿一波，小拿。刚已经换过了，我已经找了，破坏了规矩。你玩不玩？你就说你玩不玩？